個產品名又豪神又長效，會令人聯想到啲咩？就係壯陽藥。連身為男士嘅我講出口都覺得尷尬。法官閣下，反對原告律師無理兼帶有猥褻意味嘅推論。對唔住，法官閣下，我唔係有心出言冒犯，我只係複述翻我當事人收到呢件產品嗰陣嘅諗法。反對無效。我當事人第一時間打去杭花集團香港分公司了解，點解突然間轉咗俾佢推銷男士產品，得到嘅回覆係唔清楚。之後佢直接打電話同俾電郵韓國總公司嘅 Leo Tong 董世宇先生，但係一直未有回覆。同樣，賓都 B 第44-48頁係我幫我當事人委託市場研究公司做嘅網上問卷調查，500份問卷當中有400位係女性，100位是男性，有 92% 認為一提到杭花集團就想起杭花之雪這個牌子。受訪者當中有 96% 認為杭花集團只是售賣女士美容產品。問卷結果很清楚告訴大家知道，大多數人已經將杭花集團和杭花之雪畫上等號。法官閣下，今次的訴訟並不是被告代表律師口中所說連小學生一聽就知道誰錯這麼簡單。杭花集團同我當事人簽訂為期一年的僱傭合約，指明在他頻道推銷新產品。正如問卷結果，即是求其滴個阿水嚟問，都知道我當事人是推銷女士美容產品。雖然合約冇寫，但肯定屬於雙方都明白同認知的隱含條款。而且我當事人苦心經營咗咁多年，先建立到而家嘅形象。我當事人不是蓄意違反合約，實在是無法履行合約，因為他不想破壞咁多年嚟建立的形象。1978年，英國枢密院有一案例 ，BP Refinery Western Port Property Limited and President Councillor and Ratepayer of the Shire of Hastings， 説明在咩情況下適用隱含條款。2001年，終審法院就 Kingsland Realty Limited and Ray Real Investment Limited and Another 上訴一案，亦都採納咗呢個論點。考虑过相关的证供和证据之后，本席裁定被告违反双方雇佣合约，无合理理由不支付月薪及单方面终止合约，命令被告向原告作出赔偿。唔该。Thank you。唔该。我哋谂下点样庆祝咯，睇下个 group 有加好多 idea， 有人谂啲就最好啦。十分钟女有个仔，又系脱星，仲拍个裸照，咁嘅女人我都抠，我之前一定系鬼一万啊！又告我咯，拍条仔冇公开啊？咁你都睇得上眼嘅，人设冇脑啊，定冇脑嘅人系设啲嘅咧？我成世女最有脑嘅就系拣咗个 Will， 佢有目标，佢靠自己，唔似得你，就系靠屋企。你先回去，自己小心。嗯，你也是。你這些人呢，應該叫啃老族。一天最壞都是他，又說做足準備有把握，結果呢？開庭前我想提出新方向的，但是欺笑你又還駁嘴，什麼新，你用手扔啊，還說廟瑞禮王牌，現在知道你廢老的黨點來的了，你點畢業的，渣兜不說就似。乜都報記者田康南啊，希少啊，頭先個客人咁樣指控你，睇嚟你真係大學冇畢業喎。你講咩啊？我告你誹謗啦！有真憑實據就唔構成誹謗。法律係人稱希少嘅老少希律師，報稱喺英國劍克大學法律學院1998年度畢業，但係學院 email 咗我話嗰年畢業生名單冇你個名喎。我費事同你哋癲。哇哇哇哇哇！你個執業資格點得翻嚟㗎？你當選律師聯會理事，記者訪問你對改革 AA1996 有咩睇法？你就話想我訪問輕鬆啲，講多啲自身嘅經歷，結果冇答呢條問題。咁有咩問題啊？呢個就係問題。首先，你知唔知咩叫 AA1996？ 仲有你 pass PCLL 嗰年，其中一條試題就係關於 AA1996。你睇佢輕曬機，讀得 law 嘅冇可能唔識英國仲裁法。Occupation 咧，1996。
你仲一直聲稱自己最擅長嘅係公司同埋商業法，咁好嘅機會俾你 show off 自己有幾威有幾勁，以你嘅性格，點會唔大發偉論啊？所以咧，我就揾康南起咗你底。果然一查就有料到，金師爺真係好勁啊！你哋唔好屈頭屈眼。我而家俾時間你解釋清楚，如果唔係，我就直接將呢件事交上律師聯會。你成班都癲嘅，啊！外父，名牌律师假学历，法律界第一神棍，正啊！新闻话律师联会强烈谴责，会开会讨论吊销费老嘅执业资格。唔使讨论啦，佢根本就冇资格。今次康南呢个死仔真系做到嘢啊！都是阿金醒，希少选到理事那一下就叫康南做嘢，是他咁迟先交功课啫。迟好过冇啊！你啊，呢位希少咁多年嚟都冇露出破绽，真系犀利啊！他有几可亲身上阵啊？你啱。嗱，今次费老真系废咗啦。当年他累到你坐咗两年冤枉监，而家我天终于帮你报咗仇啦。仲有啊！呢個仇咧，希少夾硬搶咗我律師聯會理事個位，而家兩個仇一齊報咗，益咗佢啊！佢除咗冇咗律師資格，廟税禮都冇佢份噶啦，直頭 total loss。喂，唔好講咁多，飲杯先嚟。唔好飲得咁急啊！冇問題，今日贏官司應該盡興下嘅，要多謝你啊！唔使多謝我，我都係依法審判啫嘛。你要多謝阿表個真，佢表現得好好啊。哇，釘官讚我喎！咁你又真係幾抵讚嘅 ，thank you。口講多謝冇用嘅，一於以身相許。好啊，真係頂你哋唔順。喂，你兩個啊，咪有樣學樣啊！我都頂你哋唔順咧，砰你哋寫。放心，我冇佢哋咁肉麻嘅，不過咧。我都有我的三年計劃。三年？女人的青春是很寶貴的，你要 Hazel 等三年啊？你又肯等的？不是啊，其實我的三年計劃是三年抱兩。我想盡快實行的，不過如果你不想的就……我想啊，我想啊，我以為你真的要我等三年啊。最衰是我啦，講到不清不楚咁。唔緊要啊，你一講清楚咪得。唉，一個二個掛住 sweet sweet， 唔使食嘢啊，唔肚餓噶。哦，食食食食食，喂，開餐啦你。哇，好肚餓啊，好肚餓啊，快啲行啦。有咩食？點啊，朋友家你行快啲啦。哇，好多嘢食啊。咦，尤家，點解你唔食嘢嘅？誒，佢食咩都點辣醬嘅。啊，攞俾你阿麻鬼份。我唔食啦，我翻屋企先。做咩啊？你冇嘢啊嘛？你有事前有 Emma。係啊，唔使理我啊。真係睇身啦佢。喂，佢去邊啊？佢話佢 M 痛唔食喎。哦。YouTube 的觀眾朋友大家好，記得 subscribe 這個 YouTube channel， 隨時收看 TVB 最精彩的劇集和精華影片，喜歡這條片的就記得給個 like 我們啦。